3、2、1，大家好，我是瑞塔。不敢开直播，也不敢面对镜头，怎么办？一招教你克服这恐惧，你只要对着镜子大声说出这番话。我瑞塔是天生的演说家，我热爱演讲，我热爱舞台。只要有讲话的机会，我就大声讲话。丢脸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，我喜欢丢脸。丢脸是赏脸的开始，先上台再说，反正死不了。只要演讲就用肢体表达，只要演讲就用表情表达，只要演讲就用眼神表达。只要有学习的机会，我就一定学习。只要我一上台，观众就为我而疯狂。我站在台上，光芒四射，无人能挡，无懈可击。台下的人越多，越能展现我的魄力。我具有彻底改变别人命运的能力。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。这个世界将因为我而变得更加精彩。持续这个练习21天，你一定会有所改变。加油！想要这份能量朗读文稿，请截图收藏。学直播找瑞塔就对了。